如果你不接，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哎呀，你就会心动了，就其实就是这句话。嗯，算了，试一下吧。嗯，结果哦，三年半，一个巨大的杂念来了。巨大杂，就是很多体会，就是票房上的并不那么成功，对你来说有直接的感觉。那个没有啥。嗯，你最后才得出，其实一个大白话就是做回你自己。我3年多的时间搭在那个电影上，最后大家还一片骂声。嗯，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得出这么一个。右转是不是这楼啊？对。这么牛的这个干部，春分那天，家父被人刺杀，叔父担心我落子下场，他寻遍了天下，终于找到了一个8岁的男童，其样貌和我酷似，这就是今天的影子。您怎么评价《影》这个电影呢？你说这个3年让您感觉到重新做自己吗？那个片子也是关于自己的，有关系，有关系，自己的问题，就是做回自己嘛。首先我自己很喜欢替身，这样一个故事。通常这种古装戏啊，就是宫斗啊，就是这些东西，写来写去它就是贵族阶层的一个游戏。我们这个影，我认为主角是个平民。是个草根，这个我喜欢。不管是草根逆袭、农民起义，咱就乱说，还是反抗，还是求生，还是野心，随便。但是是这样一个人的故事，所以其实脱离了权谋，但电影里权谋又无处不在啊。是以至于那个以这个草根这个平民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谋化身。对，也许是这样的。我觉得天使和魔鬼是隔着一层。所以我倒觉得这个身份转换是有趣的，这是一个现代命题。所以从头到尾，这个人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他其实到最后还是这个。比如说您处理这种替身身份的焦虑的问题嘛，你觉得这个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呢？最难的是让这个人活下来，而且让这个人暂时胜利。最难，古今中外，只要写替身，均不得好死。因为那都是贵族游戏，通常被拉来当替身的人，都是普通人，对吧？都是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所以他最终都难逃一死，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你看他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挣扎求生，即便他最后好像成了老大一样的，对吧？号令天下，但实际上。你知道，对这个人来讲，他唯有这样才能活下来。就算他日后辞官而去，浪迹天涯，我做我的老百姓。你也必须先这样，你才能活下来。否则哪有你的活路？他是不是也不可能再做老百姓了？只有这条路了，不知道权力是不是本身？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说，权力腐蚀灵魂，对吧？也许，但是这个人不太一样。我认为，从头到尾，这个人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自己对自己身份的这种迷惑，这是一个很久远的现代哲学命题。所以我很喜欢那个面具扣到脸上，那绝望的暗黑，绝望到顶点。因为他是多聪明的，他知道这个面具扣下来意味着什么，他要做成一个被人用的一个利用的被人算计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影子，就是拿一个古装戏来做我自己喜欢的命题，表达我自己的，可以说是个预言。对，这点我一直想问您，比如说
你想通过预言来表达某种想法吗？理念或者思想？对。但这个预言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预言又经常变得就是逻辑上会发现变形或扭曲或失真，就是这两者关系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历史感、历史意识和想表达的思想之间这种对你来说架构这种关系是什么？我这回主要是情节上合理，逻辑上合理，就人情世故上合理，这个特别重要。那这个做成了就 OK 了。至于说你的任何一部作品对历史做出一个回答，那个太大了。那个真的太大了，那个我们回答不了。是，我们不针对整个那么大个词儿来回答。比如说您刚开始拍电影，包括这一代人，你们在80年代都在回应巨大的历史意识。对对，都是下意识要回应这个事情。对。你还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刻吗？80年代，对，那种我觉得80年代非常好，在我来回忆就是热血沸腾的80年代、全民的那种求知欲，打开一个窗户，改革开放刚开始嘛，想看世界，想了解世界，反过来了解自己，寻根也罢，反思也罢，对吧？那种渴望是特别有趣的那个时代。开玩笑的说，那时候谈恋爱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谈成了，你就泡妞泡成了。所以就人人是这样子，你没有见过看影展、看美展挤地铁一样，像淘宝一样，像现在。对对对对，前胸贴着后背，人挤人，5层以上，全民在谈文化，哪像今天都在谈票房啊。所以不一样，真不一样。那个年代对于电影来说也是一个就是没有杂念的纯创作。你真的没有杂念。现在你说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编剧，你说你拍一个电影，你说我没有杂念，我都不信。那个是说给媒体听的宣传词，怎么可能？对吧？我们都是俗人，你在这个世界中，你说你脑子中这也不想，你就那么艺术家，就那么纯粹，我不太信。那就是一般都是姿态，肯定是在脑子里要过的各种事情要赢，只是说你不去管，或者你尽量少受干扰，你尽量让自己清心寡欲，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好了。你不可能，所以世俗的东西很多，功利的东西也很多，浮躁的东西也很多。你的杂念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那个早就有了，人是一直有的，人是一直有。因为电影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它是个创作。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了考大学，为了干什么，完全是为了找出路，也并没有想这个事情。当你真正做了电影这一行的时候，你也发现它是一个，也是个名利场。但是由于电影的影响大，所以你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那你就觉得自己啊，就不一样，这个艺术就高人一等或者怎么样，你心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杂念，起起伏伏的。包括你以前也说过，其实电影是跟时代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80年代是一种情绪，90年代是一种，现在是另一种情绪。对，你怎么看？比如现在这10年的情绪呢？比如从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2008年既是中国的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对，其实也是你个人的嘛。对，你怎么看这10年？网络时代迅速的来临，新东西层出不穷。那回到我们影视行来说，面临了一个突飞猛进全世界最大市场的一个来临。突然间到来，感觉突然到来。全世界的电影节今天看中国的电影都感觉是个中国人，是个暴发户。你明白，第五代当年在各个电影节摘金夺银，逢奖必拿的时代过去了。不是我们的水平退步了，是他们的眼光变了。对，他每个时段有一段，他们现在看觉得中国人很有钱，中国市场很好，每一个都是好像都是商业的东西。而且你的坦星在红毯上，每一个电影节都很有风头啊，成了你们的主场了。其实东西越多，发展越快，信息越多，现在反倒会回到最本位来看。我们大家都是觉得我们的好作品太少了。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人才的成长没有这么快，你就是这么多人才嘛。你的这个速度是大数据的速度是很快的。然后那你这么多数据，这么多人，这么多发展，大家都要，那就只能注水了。
甚至因为注水本来的人才给注没了，对，或者接单都接不过来、现在每个人身上没有三单五单那就不叫干电影了的，对吧？你去问去，都签到三年以后了。而且你说一剧之本一剧之本，现在所有的最笨的投资商也都知道抓剧本。中心新闻系的那些一年级二年级那些刚刚学写作的写手都被公司签了，各种各种大家都抢资源。所以就越来越难有十年磨一剑的东西、越来越难有这种就是高端的真正那么有力量的东西、那么接近完美的很难。本来创作就有很多天然的限制、也有我们说的各种自己的杂念。除了这之外，整个社会的这个很多东西也太过于浮躁。所以精品很难。很难的。就中国文学从80年代那种高峰到90年代之后到现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衰落的时候、这种文学衰落你觉得对你的电影的影响蛮大的吗？对大家都大，影视它离不开文学。对，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文学趣味呢？比如什么样的趣味特别容易打动你？我还是愿意看那些首先第一个要好看。我不太爱看闷的东西，然后深刻感动。你注意看我的电影，我好和不好单说各有标准，但是都不闷吧，对吧？都不闷吧，我没有拍过大闷片吧，你看今天小抖音小视频那个不闷的东西有趣的东西特别流行，所以我觉得天生的电影电视这种艺术门类首先吸引人。比如上次我们做那个就是也是见诺兰嘛，就是他有他的一个母体嘛，比如他特别喜欢博尔赫斯，他觉得一层一层那个文学叙事对他电影很大影响很大。对你来说有没有某种母体文学母体？它是一个对我倒没有。我们用电影当文学来使用是大概是上世纪的50-60年代开始，终结在70年代左右。就电影作为思想者的，对，作为思想作为文学的那个探索过去了。好莱坞为什么大行其道？对全世界的市场都有一个统治和碾压。他抓住了那种所谓的娱乐性的东西和观赏性的东西，他给你抛掷的虽然是文学垃圾，精神垃圾，但是他好看呐、架不住年轻人吸引力，那年轻人一茬一茬的看他们啊、你在这捶胸顿足，你们简直不求上进，可是他们还是一茬一茬的追啊，你怎么办？那联盟英雄要上映，全世界都等着，那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但你会觉得，比如说你作为这么重要一个导演，有责任把这种作为思想者的导演，作为文学者的导演呈现出来吗？你觉得有这个责任吗？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很对，寓教于乐，针对今天的年轻人，你可真别老说教。你老在这儿酒精老太肯定不行，你就得寓教于乐，那你就厉害了，你跟他就有对话了，然后你说的任何的东西他就听进去。那比如说库布里克黑泽明在这时代能被接受吗？你觉得今天不会？很难了是吗？今天不会。所以今天是诺兰这些所以我跟你说他们是很厉害。你在心里有高下吗？比如说你库布里克或者库布里克、那没有高下。没有。你觉得没有高下？大家是时代的产物，像诺兰的成功就跟前几个大世纪的导演成功不一样，他是一个电脑时代科技时代的来临和大家对于新型的商业电影雅俗共赏的这个需求还有想象力的展示等等各个方面，他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东西碰上了。你不觉得其中有些人可能更超越时代？比如说过了50年，可能库布里克那个还是非常对对，他那个叫2001，对，零一漫游太空，对，漫游太空，大家说他是鼻祖。有个别是这样的人，但是很少很少了。科学家都没想到今年成这样。你自己没有那种超越时代的欲望吗？就是没有。我觉得你还想超越时代？能在你这儿把这事儿做好就不错。你超越谁时代？你放心，人走茶凉。年轻时候有，对，年轻时候肯定有。那也没多想，这真没多想。这东西是真的是人走茶凉的事儿。因为一切就是这样的，人的命运常常真是这样子的。我父亲他过去搞军校，人民党军服的扣，居然在你在床底下找。
张艺谋如果当时是出身好，肯定在八强里边当一个俱乐部的一个主任，现在就没有时间打死张艺谋。在哪儿啊？你跟人说了吗？啊，行。哎，雷先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谢谢你啊。好，坐。欢迎，请坐吧。嗯。对。哇，你这住多久了？这个住了20多年。20多年啊。嗯。嗯，您坐，咱们坐下聊。对。你们随便啊。嗯。您最早见他是什么印象？就是71年他刚来厂子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最早的印象是这个情况啊，嗯，他家庭出身不好。张艺谋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母亲是大地主，就是历史反革命子弟。嗯，7年入不上团，车间开大会，会议结束的时候，领导说，党员、团员都留下，其他人走吧。全车间600多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站起来。当时我在会场上，我看到了。一看那个背影很非常尴尬，全车间600多人目光都投向了他，又反复多少次令他像这个啰嗦，最后一开会坐着，哎，张艺谋你走吧。后来机遇就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分了个名额，这个名额怪得很，比如我们陕西省呀有13个纺织厂，只有一个名额，他随便一发刚发的8场，这次发到国外一场，或者发到任何一个场子以后，张艺谋就完了。8场几千人是吧？五千人。嗯，张艺谋这些朋友们家庭出身都不好，这伙人不好，这伙人可有个特点，爱学习，嗯，爱文化，都想搞一个自己的出路。嗯，你看张艺谋就想搞摄影，嗯，他想以后我只要把照相搞好，工会能不能把我从一个普通工人抽到那个工会里边，嗯，哎，给大家照相。他当时思想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根本哦，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是我将来要拍电影，我将来要成世界大师，没有。他当时拍照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丢。咱们去看看吧，好吗？走，对对对，来。这些镜头，都是张艺谋当年亲自拍照的，嗯，把它放大了。对，您给我们都讲讲。对，再说这个照片啊，嗯，这是我们参加全国美展，嗯，这张艺谋拍的吗？都是张艺谋拍的。嗯，我跟你说，这上面全部是张艺谋拍的。这张不是他拍的，他在里面。哎，对，这张不是。你说的非常对，这是年轻的张艺谋，嗯，这是我，嗯，他当时坐在那个织袜工艺上，现在讲故事，嗯，给我们在这讲故事。所以你们车间是做袜子的是吧？哎，织袜是做织袜做袜子的，做袜子，嗯嗯，这是做袜子。这还是在北京参观美展，拍的确实好。他这个，他主要是把你这个，神态，每个人神态都拍得非常好。你看这些，这个非常好。嗯，啊，这个非常好，这个拍的好啊。这是怎么回事？你讲讲这个是怎么来的？武德公在张艺谋没进场以前，嗯，他看了法国一个电影纸或广告，嗯，那个广告就是“还我自由”，嗯，他后来他自己也找了几个人拍了，拍过以后，张艺谋进场后他说：“哎呀。”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把这个课题交给张艺谋来拍。张艺谋一听以后，哈，我们这受压的都是出身不好的，根本就没有出路。我就想着要有自由，嗯，哎，说走，到那楼底下，嗯，结果开始拍的时候，几个以后我们就没拍过什么东西，也不如镜头。张艺谋最后我跟你说，这导演的那个成分出来了，嗯，他说你们几个是我抓来地下党，现在我要枪毙你们，临死以前。你们在想什么？结果我后来拧着头，嗯，宁死不屈，嗯啊，华尔冈以后是怒视镜头，嗯，既然进了，双手一架，眼望蓝天。武德公很沉静啊，刘梦春说：“我还不想死，我还年轻，还眼望阳光，嗯，这就是张艺谋电影艺术的源头。”嗯，您觉得张艺谋找到自己的自由了吗？他想找到自由。嗯，我记得当时他拿那个照相机的时候啊，我跟他说了一下，嗯，拍一个还我自由。嗯，张艺谋根本没说二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看了，给底下拖了一下，拖了一下，好像鼓了个劲儿，
走下去拍照。他想有自由，嗯，没有自由。小学四年级就要填一个表，那个表上就要让你填那个家庭出身这一栏。嗯，你看他捂着悄悄不太愿意让大家看的，那就是地主啊、富农啊，嗯、然后那些填贫农啊、下中农的就特别，嗯，我就空着拿回家，不知道填什么。然后我爸我妈就说：“等一会儿吧，我们等会儿再跟你说。”然后他们俩就商量，长时间的商量。这个填什么、嗯、然后我呢就不经意的注意到他们很忧虑，在这想填什么，嗯，又想不要刺激我，嗯，又好像又能交代、嗯、等等等等，就这一类的，嗯，那种阴影是挺重的，嗯，它会在很长的时间内让你变成一种比较自卑的，嗯，隐忍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尤其是很自卑的一种性格。嗯，我就基本上在生活中就养成了循规蹈矩，很低调，从不出头，不张扬。嗯，嗯，永远从。我就把全世界的奖都得了，全世界的票房都我最高，我也不可能发生，真的没有过一丝那种狂喜，就是这人面前当然表现是那样子、嗯、也很高兴，也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嗯，还咧着笑，但实际上内心很清楚，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你是曾经是谁，对吧、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一切东西都是偶然的，嗯，这也会化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比如说动力吗？会成为在艺术上的一个反向，嗯，大家说我色彩很张扬，嗯，大家说我形式很极致，跟这也许是一个逆向的一个表达吧。 你在这形式这些组成要素里，你对什么你觉得最有天赋最敏感？对色彩吗？还是对什么？对世人认为我是对色彩，嗯，实际上现在我总结自己的强项就是造型，我对造型有一定的悟性，嗯，和敏感性、嗯、这个造型感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追求造型的原创性，嗯，第二个你要有完成度，有时候光想你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嗯，昨天我还开会，他们十个人拉纤好像很做出那个图很漂亮，演纤夫20米的绳，我说你这个图就是骗人的，你完成度一定不是这样。20米的绳，这个有个地心引力，它全部垂下来，嗯、对，它搅在一起了、嗯，就不是你画的这么漂亮。观念和完成，你一定要想好，这才叫造型。嗯、你光空想啊是不行的、嗯，空想的造型到了现场，傻了，乱了，我怎么办？嗯，这个不行，这不叫造型观念。这叫空想社会主义，这来自天分还是说大量的后天训练带来的？你觉得？一半来自天分，一半来自后天训练。嗯、我在导演群中，我都不是一个反应敏锐的那么一个天才型的一个导演，我是个用功型的导演。就是你会接触很多同行，嗯，你会觉得他们很牛。你比如说是王家卫、嗯、我就是才华型的，不管你别人说什么，拍的超支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啊、哦、拍的3个月都不要了，后头又补戏，这乱哄哄的，连他都不知道、嗯、最有意思的东邪西毒那个梁朝伟、嗯、首演的时候跟我说，导演你知道吗，给你讲一个事，我原来演的是东邪，最后剪完我一看，我成西毒张三成李四，啊，他
都不知道，就各种各种各种不可知，各种困惑。你看作品，哎，王家卫的作品，就那种小资的那种城市感觉，我跟你说一流。从老上海过来的那种味道，就这种东西是才华。我是笨鸟先飞，吭哧吭哧吭哧，这就是我说的。你长期的训练，长期的经验，最后激发你内心深处素质当中你都不知道的那些东西。坦率的说，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召集我所有的团队，大到奥运会的上百人的团队，小到一个三五人团队，再坐下来谈创意，没有人是我的歌。都很服气我。孜孜不倦的要一定要谈创意，要新。要跟别人不一样。有时候一年两年谈这一个创意，就演这两分钟。这个是我强项。这动力怎么来的呢？逼自己。对，但逼自己是个很难的事情啊，就每个人都充满了懈怠的欲望，各种是很难，是很难。但是接了这个单，你必须比你懈怠不了。这就是他们说为什么我老不睡觉，这个担子在这儿压着，开什么玩笑呢？我能睡着觉，睡不着觉。咱就说奥运会，那你开幕式，我的天哪，这中国人那时候那心情，开玩笑呢。你敢弄砸了，你怎么可能睡着觉？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是一种不断自我证明的欲望，一种饥饿感，或者一种什么样的不安全感，都是你可以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我是那种，就是答应了的事儿，就是要给人家做好。无论是国家，的任务，还小到你自己拍一个东西，大家都来了，这演员都来了。你是能不做好吗？你大家都寄希望了，就这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原则。对对，是不是你不能对不起别人。小到一个厂工说我跟导演合作完下一步能涨工资，哎，因为我跟了张艺谋。那大到一个大演员，他也觉得我很希望跟张导有一这样一个合作，我希望我的演艺事业能有一个提升。所有人都是有很世俗的期望才跟你合作呀。你怎么能不用功，怎么能相信自己是天才，嘻嘻哈哈，游游戏戏的就做了。你不能倦怠啊，你不能懈怠。当然你最后失败了，大伙儿也认，也算没打眼的，最后也不说啥了，走了麦城了，对吧？但是这个过程你是百分百努力的。比如说这些年你给大家感觉就是你做了各种尝试嘛，没有，基本上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你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真正的懈怠吗？或者说不想做了？从来没有，我就是劳碌命。或者说高产这么重要吗？你觉得？高产不重要。常常有另外一种理论嘛，说是你就是好好的五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你比现在好。但这不适合你。这不适合我，就是我闲不住。还有一个，我就愿意做各种东西，就是我自己的那种求变不安分。过去人生经历带来的那种压抑的东西在这里就释放的比较任性。我有时候就是完全就是我就拍吧，就这样。甚至有人提醒说，导演，这作品可能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你这个慎重点，你拍，哎呀，就拍了就拍了，就是一部电影嘛。在这一点上我不太爱惜自己羽毛吧，我不太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挺好的，我觉得。对，就是你看着好像对谁都好，其实挺人心的。对，包括这个你自己肯定也知道嘛，很多人诟病你的一点嘛，大家认为你个人在你的东西中都变成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不重要的一部分，你怎么面对这些批评呢？我觉得那个其实，批评的不对。我倒认为我们作品里边的东西深深地带着我们时代的烙印，带着我的自己的烙印。今天中国人讲的家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体主义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大家怎么样我怎么样。这是你的民族和这个传统的东西过来的。所以我对这一类的批评，我永远觉得你讲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呢习惯是这样子。也可以。这些批评会困扰你吗？不会不会。你还有多久？可能得结束了。
啊，结束了是吧？如果我想更了解，你觉得有哪些地点你觉得是特别能够，地点就是说空，比如咸阳或什么地儿，什么地你觉得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很多性格，他在那边代表你的很多东西，你觉得是哪里呢？地点啊，